一袋黑色物品漂浮在半空中，男子拿走里头的文件，就有人开始拉绳索，像流龙一样直直往上升。这么干呼全是为了避免接触，脑洞大开的防疫奇招。还有这阿贝指挥交通，口罩不能摘，这口哨就直接隔着口罩含住，让人满头问号。还有外送员突发奇想，在安全帽两侧贴挂钩，口罩直接罩在嘴巴前，既不闷热又不会勒耳朵。但最奇葩的还是这个，网络上出现 DIY 影片，改造一般医疗口罩，三两下将保特瓶跟口罩完美结合，前方开口一拧，戴口罩喝饮料，两种愿望一次满足，简直是外送员救星。我不会去尝试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好奇葩，很傻眼啊，已经剪开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剪开了，所以就是说，它没有很好的防护的效果。方便是方便，但口罩经过加工，病菌更容易入侵，连医师也大喊唔汤啦。口罩里面最重要是三个字，密合度。别忘记了，你在看影片里面，它打了一个洞，穿过去来，密合度就没有掉了。疫情不趋缓，大家都闷坏了，只能自得其乐，冒出各种防疫奇招，但还是得兼顾实际用途，否则防护不成便破口。记者朱定荣、刘元斌、李云杰，金融台中采访报道。